TF 二成员易烊千玺在团体中能歌善舞，又加上俊俏的外表，拥有庞大粉丝。本身养了三只猫的他，是艺能界中出了名的爱猫人士。在过年期间，就曾捐赠800公斤的猫粮给流浪动物组织，善心的举动感动无数网友。今天26号，易烊千玺在社群平台上传一则玩猫视频，画面中见猫咪对着他的手疯狂地舔，让不少粉丝直呼好羡慕。